长期以来，博多黑主席在国际上多次公开力挺台湾，包含以视讯方式参与扁院所举办的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，数度领衔国民议会议员联署案，支持台湾国际参与，并曾在推特表示将持续与台湾同在等。在第一时间，博多耶主席就率先发表，台湾有事，欧洲全球都会有事。今天便亲自率团以行动支持台湾，展现不畏强权，坚定捍卫化国自由平等博爱立国精神的道德勇气，不但感动了无数台湾人，也赢得了众多国际人士的赞誉。保护台湾就是捍卫全球民主自由，保卫台湾也是守护欧美等国的国家利益。